们三个人当中注定有一位今天就要离开2017快乐男生的舞台了。罗志祥战队离开的人是王子琳。我觉得这小伙子很棒，他的低音是很难得的，他 rap 挺正宗的，话很正。王子琳，他是会唱歌会跳舞的，真的就是一个很熟悉舞台的人。 I better share what the crazy star show with everybody come on a crazy line and rock it this shit and rock it this world hey you and sing this song for the ever sin he got a pretty girl 你们只是人群中气听着我的 girl 素描可以叫你 my girl you see beyond my world you know every super boy穿梭在模糊的黑白修道开拓出一个新时代修道对抗着岁月进化的幻想什么时代造就什么人才什么人才开拓什么未来爱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欢笑一声长叹一声快乐一声悲恨一声谁与我生死